口湖乡美容美发职业训练班结婚典礼，伫口湖老人活动中心头前个广场来举行。29位学员将平时所学，透过精彩服装走秀，呈现成果。因咱咧做秀啦吼，啊，家己化妆啦，因来家己个翁都袂认一个，啊，非常个水。啊，我希望讲吼，阮口湖以后吼。来推动一个吼培训班，啊，大概我们口腔要推动了有6个项目了吼。29位参加美发这份班结婚典礼的学员，除了将学习3个月专业理发、剪发的功夫，透过招手甲街头来呈现，另外嘛结合当地特产装饰打扮，结合这个叶子啦，还有欧阿卡、蛤蟆卡，就是当地的名产哦。那我们把它结合来做一个造型，我们的彩妆呢是以比较夸张夸饰的方法来呈现。好，那身体的部分呢是用比较简易的彩绘，像花卉或者是说比较抽象的一个意象异化来呈现的。这次29位学员当中有5位新住民，为着要庆祝顺利毕业，心中除了感觉欢喜，也感谢协会以及老师3个月来课程传授。有就像我们这个造型彩绘，之前我都不会化妆哦，还不会彩绘啊，现在是我第一次，我就是第一次献给会员。有，我希望借着这次学习能自己能在这方面再加强一点，当然还是有不足的地方，可是我会继续努力啊，希望协会可以继续帮助我们，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更好。为了要辅导学员会当学以致用，除了课堂顶的传授以外，未来嘛将辅导因考取证照，并且投入社区服务弱势。那我们希望呢，他后续能够来跟我们公所这边有所配合，就是可以服务到我们独居老人或者比较偏远地带，他们可以到府服务，然后也可以协助他们来就业以及创业。未来公所将配合有关单位，支持开办更加多职业训练课程，协助偏乡地区的妇女朋友来就业。记者黄荣坤采访报道。